如何在朋友面前假装你很会弹钢琴？那我们左手呢，只需要用到三个音，来，一个西，一个升哆，一个升 re。那我们的右手干嘛呢？弹什么呢？哎，你弹黑键上面的任何一个音，它都好听。哪怕说你就来扒上去啊，扒下来，它都是好听的。不信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来，对不对？我再上去一点点，我再上去，我再下来，哎，我再去弹他们单音，弹黑键上面的任何音。我爬楼梯最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好听？我下来也是一样的啊、哦。是不是很厉害很牛逼？好，这只是我们的即兴里面的一种手法啊。那还想学习更多的知识内容呢，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加留言哦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